一只大碗，盛上满满的面条，再来点香香的葱花。这就是客户发给我的香面侠 logo， 他让我对他进行评价。我说面确实挺香，但是没有侠客。他说找我就是为了增加侠客，但是要在原来 logo 的基础上增加。我说我有点饿了，于是老板给我上了一大碗面，我开始吃了起来。吃的差不多了，老板问我为什么还要留三分面不全部吃完。我说这个就是你的 logo， 不能吃。于是接下来的操作让甲方直接目瞪口呆。我把碗里的面条倒了出来，再稍微调整下位置。你看到了什么？